今天呢，给我在这来了，给我写了有两万字。我刚忙去了，今天呢，给我弄弄，打算给我搞几个很大的。是吧？今天呢，给我讲嘛，我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谁有钱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什么话？啊？你这个怎么怎么的？怎么样？怎么怎么样？我，怎么样？那不一样，人员上哪都不一样，什么呀？那个不一样，像来到公安部，我听说你啊，不见得好，你这样的能够每天都，今天呢就是改装的，我讲，今天呢就是改装的，非常好，哪个地方怎么怎么怎么好，将近两百天了，你看你这个呢，两次转，一下两三天。刚刚这样的，我那个也给老老师啊，这边的事情，哎，那我这个钱啊，那我那买头在那边，都是你把我们家的这个钱帮我们那些这个手机给收了。我说这个今天那个在那里，你们一个来了，我家，今天那个在那个在这帮我们那些人家把他们那个都接了吧，今天那个在那里在那边呢。我吧，俺家人都挑着一点点的，这边多的多，你看我家里的，人家刚厂里边的那些，我后来，我后来打到打到了，咱多一点点，那个不行，我心里啊，心里，因为俺们这个房子没水源。如果你说我们不需要帮点，你这个表你，我一天都是干工看。我怎么回事？还有那个，这个，原来是咱们那没水，那那那，你还得拿钱。